第四个就是在那特别苦的出身，特别苦的出身。后来做那个建筑起家，复试可能有60%，整个复试的开发60%开发，很厉害的。那个拆迁啊什么的，对，二。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住在那个，就是那个一个很有特色的那个建筑，是个蒙古那个帽子，那是鄂尔多斯吗？对，就在那个叫是蒙古不换的帽子的建筑，很有特色的，当地的那个有个指标一样的，可以。我们刚好是文化的工厂成员，去吃了一顿晚饭，就是去在那个景南，蒙古大友，是大友，我叫什么？那个里面反正是王爷，是的，蒙古大旗，吃了顿饭，还来了一个唱歌的，我们南通，我住这个酒店旁边。放到上面像蒙古风啊，还有几个蒙，大概有两个区还是一个男的在那边，晚上又是给我们能够上午的，能够上午，在里面走走心，这就是一个朋友来了，我们也就说那个腾格尔，我就是说，那好，呼号的腾格尔不如那个二度数的腾格尔强，对吗？对，你那里面，谢谢。